兔子，我们来玩雪球大作战吧。又来，昨天不是玩过吗？布列爷手上的什么玩意儿，让我飞那么老远？既然玩的是雪球大作战，当然是雪球呀。怎么了？你到底从哪儿找来这些奇奇怪的模组啊？我的天！兔子，你再过来点呀，游戏还没结束呢。差不多得了，布列姐。我不管，今天这场游戏谁先出局才能结束。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想干嘛？没想到吧？我也有模组里的高杀伤性武器。你耍赖！Later，各位小伙伴，我想死你们了！我是你们最可爱的布灵姐。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怎么就这么恶心呢？今天要介绍的模组名为 The 寒冷 Mode。那个你也吃，我忙是吧？你管我！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安装了这款模组之后，不仅是整个世界变成了蓝色，就连木头、石头、方块、食物这些道具，也通通变为了寒冷的蓝色。所以说，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咱们先从模组里的道具说起。这些蓝色苹果你尝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毒。不行啊，布灵姐，咱满血吃不下去啊！还有这种奇怪的要求？好了吗？一点味道都没有，关键是根本不长饥饿值。看来这冰天雪地的都把苹果冻坏了。了解了解，奇了怪了，这食物坏了我能理解，这合成配方难道也坏掉了吗？你要不是寒冷模组里面的木棍合成呢？也不行啊。所以说这个模组里的装备应该怎么生成呢？看我不理解，你哪搞来的武器？你傻啊，创造模式呢，伤害还挺高，有16点呢。我真的无语。再来看一个比较好玩的道具，雪球。这个雪球比上次的爆炸雪球还过分啊，虽然伤害很低，但是会把我击飞的老远老远的。有点意思啊。对了，你刚才秒杀我的那把武器在哪里？哦，我找到了。哇，布灵姐，你可要小心一点。这把武器的伤害可高了，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。除了这些普普通通的工具和道具之外，模组中还有一些特殊的钻石。你以为这是钻石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，这可是杀伤性武器，攻击力高达17点的钻石，你有听说过吗？来吧，裤子，我允许你用17点的钻石攻击我。你身上这身装备和我的一模一样，40点护甲值呢，17点的钻石怎么可能对你造成伤害？停停停，你先别急着拿我测试伤害。这个模组里面作者居然还原创了一个唱片，还有这等等呢。突然间很好奇这里面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啦。我也要听，我怎么什么都没听到？你闭嘴，不然我也听不到啦。是我耳朵里的耳屎太多了吗？你关着它干什么呀？太冷了，我手抖了一下。给我放进去啊。伴随着音乐的落幕，那我们本期视频也到了结尾。好难听啊，我想砸掉它。闭